呀，发什么呆？拔根毛来拜一拜。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候你多时。真香。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，只可惜那场大火哟。后来呀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记得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，来者不善，小猴子自求多福。